什么样的绝活，有什么样的才艺，可以尽情的亮起来。好，好，那么拉动你的支持率，好不好？来，那个我先来。对，我先来。不是，我先，不是你们两个先来，人家嘉宾展示。啊，对啊，你先来吧，你先来吧。什么意思？可以行。到你们就招啊，实力战将上吧，那别谦虚了。那就宝哥，你看这多认真，把眼镜都戴上了。怎么样，宝哥？宝哥怎么样？这次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节目？这次给大家唱我为了美丽的中国写了一首歌，叫做《你是中国》。哇，写给我们美丽的中国的歌曲，你是中国。来，掌声欢迎好歌。在天边有一个梦想的地方，风低头泪头发，哭长长把筷子，还有我最真的我爱你。我记得有一年那时候的梦，会长成像你的翅膀，真的爱这一人，爱到了这国度，分手我一长长的放火，你还要我这深深情的地方，巨浪声腾高嘛，就叫爸爸。我的天，这里面有好多，我给你看。